心理师下去。我真的太爱你们了，谢谢你跟我们一起熬夜，跟我们一起拼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剧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，然后我也不会辜负大家，后期也好好做，然后把这个剧真的把这个正能量传递出去，好吧，谢谢大家。来，三二一，看我这里，来，三二一。